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一直来反蓝反红，这个赵云和上路的夏洛特基本上都快要崩溃了。不是说我不要帮他，是我还是会看情况去跟的。然后这里我就有帮了，然后这里是三对三，然后我就觉得可以打，然后我就赶快找人，然后就四打二了，现在还带走了一个不中红五，然后开始跑回来了，然后这里只有一个人，我就赶快叫队友传过来传送，这里开始我才开语音。然后开这里我才开麦指导他们，然后这里呢我们就赶快推塔了，因为这里少一个人，夏洛特没血，我们就先补个状态，我们先继续推中路还有下路。这里我已经告诉他们了，这里我是开始开麦了，然后可以看到中路清线已经好了，然后我们就赶快赶去下路。然后这个时候上路是有视野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这里是可以下路是可以推塔的，因为全部都在中路和上路，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这个下路塔，结果这个龙步进去，然后我就干扰了，然后这里回了，然后我看到一个蓝在上路，就一个而已，然后我就赶快叫夏洛特还有其他人围绕他，然后我就开个大，觉得可以打，带走一个蓝，这样我们才可以一波，因为我们是五打四。然后我先回家补个状态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让他们别打先，先发育继续，然后我们再看情况运营兵线。拿大桥就是主要是要推塔，运营兵线。然后这里呢我已经叫他们撤退了，因为射手残血了，我本来也叫他们不要打，结果他们去到那么深，还好狄仁杰没事。然后这个时候赵云一个人在那里，我们就要赶快帮他，结果我已经让赵云撤退了，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一打四，还好他没死，我救了他，然后让他一个回城，然后这百里还在这里瞄，这个蓝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去帮夏洛特，因为夏洛特一个人而已，这里有两个人。然后呢，他们三个人在中路，然后我也叫他们撤退了，然后结果他们还是不撤退，狄仁杰还觉得他可以一打四。然后呢，跟我讲他们出来了，我觉得可以打了。然后这个阵地闪现走了，然后他们全部都是状态不太好的，然后我就让他们去了，然后结果夏洛特。我看到夏洛特去下路，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推塔了，然后也大招叫赵云帮忙一起。然后这里赵云的状态不太好，然后我告诉他们等射手，然后结果他们还要来中路，夏洛特就回了，因为射手不在，所以我们不能打五个人。这里我让甄姬说跟着我。因为这甄姬其实他还不相信我的圈，他还觉得他会死，本来想出我的圈的，他出我的圈也是会死，所以倒不如赌一把。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就看到上路没有什么人，然后我就打算去叫他们推上路了，这里还没有视野，结果我看到了一个瀑布火舞，然后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蓝，然后我本来想让甄姬走，结果我看到百里在，百里不在，太乙也不在，所以我就赶快开了一个大，让他们过来团。然后我先补状态，这个狄仁杰是不小心回到我的走到我的回城了，然后我让他们撤退了，我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回家了。这个夏洛特还想打，这个夏洛特前期零杠三杠零，我都已经不想说了，这个赵云也是心态崩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就赶快把中路塔推了，那这里基本上就是稳的了，就一过了，这就是大桥。